吃饭了，姐妹们。今天我男朋友给我做的烩面，来个辣椒解解馋，开胃，还不好意思呢。石头去掉，来烤苕皮。给大胖来个双击，感谢啊！变淡。下次下去放一边，这个是我用的火鸡面拌的烩面，看有没有食欲啊。不错，好香。太香了。给何叔睡吧，吃恁多面。